doing? Hello.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今天自由时光台，我张小艺。那么，那什么东西？这种陷阱真的夹到人吗？我的天！鸭子乖，乖。看来玩这个才是真正的陷阱。很凶狠的大姐。You sent her this. Bethany is dead. Then Fields got to her. I'm the last one. You must catch him. Here, Bethany sent me this a few days ago. It may help you. You must go to the police.Ask for my partner, Frank Webb. I'll call you later at the police station to make sure you're all right. Someone shot him. But who? 你还好吗？你可以说个话吗？看看。模糊的答案编号。纸巾盒。还是先要拿到尖锐的东西啊？别针还不够尖锐吗？那看起来，想想看啊。
需要一个尖锐的东西来刺穿它。但这个应该是装那个的啊，应该不是啊。不可能是这个吧？哦，不是先绑住他的伤处，先止血吗？Hello， 早。润滑剂，但我拿到这个要干嘛？椅子腿，椅子腿。想想啊，椅子腿，但是。哪里有椅子啊？有人弄坏了电话。椅子腿，别针，纸巾盒。我是不是应该要先，例如说剪开伤口或什么的？这个玩意儿目前看不出来它要干嘛。哎呀，目前只有它啊。啊，这样子贴在外面有用吗？我是说。正常不是应该把他的外套脱掉才能贴手上吗？那你倒是给我钥匙呀。子弹壳、识别卡、子弹壳跟识别卡啊？子弹壳，他还把打伤他的人的那个掉落的子弹捡起来了。我要档案室呢，这不是档案室吗？这不就是档案库吗？那啊哈啊哈啊哈，还是这个。不是这个吗？等一下，他刚刚是叫我去哪里打电话？我想一下，他说什么识别码第24，是吗？别针，他难道不是要给我钥匙哦？那这边只有一个做钥匙的，可是这应该不是我要的东西吧？我应该是要想办法进那个档案室才对啊。所以是我有走错路吗？没错啊，应该是这两个，没错。看看哦，润滑剂，模糊的档案编号，紫外线，椅子腿，这个有点看不出我到底要干嘛。这里可以点的好像就只有这个东西，但是它是用来打钥匙的，复制钥匙的。这个玩意儿我都看不出它是什么。
显示一个键盘，这是什么意思啊？我现在搞不是很懂，我现在应该要一帮他找到电话，二想办法破门而入。但是这里我看不到可以点的东西。唯一可以点的是这个。可是这个应该是他要先给我钥匙，我才有办法复制钥匙，应该不是他，那就只剩下这个啦。他的识别卡到底有没有什么用啊？不管用，别针、润滑剂。看起来也不是欸，那我到底现在是要干嘛？给他看这个，没有用。我最好找到电话，可是他刚刚到底是说电话在哪里？等一下，他刚刚到底是说电话在哪里？有弹性的袋子。我现在手上这些东西到底能干嘛？我找不到进档案室的其他方法。看一下哦，像我现在在这里档案库，电话，还是说难道电话藏在这个地方吗？这应该就只是一个很单纯的柜子吧，这根本不叫档案库吧，这个就是一个杂物间吧，这哪里像档案库啦？总不可能说这个是插识别卡吧 ？Hello，Hello。我们今天一上来我们就卡住了，他那个键盘画面是什么意思啊？是说我要接上一个键盘才行的意思吗？他会不会是这个意思？就是我应该要先找到一个键盘啊？搞了半天原来是这样，好吧，原来是这样。哎，这个不是这样子的吗？我拿错了吗？我应该没有拿错吧？哦，还是我就直接上了就可以了，我不需要这边打，我明明就有钥匙了呀，何必呢？但会断。就像我说的，在这个游戏里面的钥匙都会断掉。太老梗了，这是什么意思？调整形状。
不能理解。好啦好啦，我们可以去打电话了。但这里看起来好像已经被破坏过了。看看哦，假发、灯泡，为什么有一把这个剑？收音机是这个吗？那这是胶带、小锤。哦，尺，软盘，键盘，胶带，等一下，我看看哦，打火机。胶带跟剑，这两个我好像剑，剑的话我好像没有，我想一下在哪呢？他会不会又是给我画一只纸上画一只剑啊？上次他就是这么干的，还要我找很久。该不会吧？桌上的图片都是昆虫图片，应该不是才对。总不会是这个东西吧？不是。糟糕，我好像一下找不到剑，它会有什么翻译导致的误解吗？是不是这个？我已经出现幻觉了吗？这玩意长得还蛮像剑的、看来不是。也许我应该转个头，换个角度，用不同的角度来看待它。好像没有什么用。这个游戏的寻找物品，说真的难度是数一数二的，不可能是钉子吧？啊，一个剑，找到了，果然是这种画起来的剑，特别明显。Ambulance, please. A gunshot wound. Judicial archive.Hurry. 哦哦，又坏了。这里到底有没有什么东西是好的？那看来他就是要我去用刚刚那个电脑拨号。所以那是什么东西啊？BG2016，
案卷宗编号，那我应该要上去看档案吧？还是我先去跟警察说电话坏了？ I called the ambulance. They are on the way.编号不就在这儿吗？那然后呢？该不在这里、啊？还是我可以问他交出档案来 ？Please tell me where I can find this file. It's the same file. Some lunatic took the original BG 2016 file and shot me. Still think there's an old copy. 又慢了一步啊！还有一份旧的副本。让我们来看看到底当时发生了什么事吧。怎么翻页？盖瑞被进行了审判，因多起谋杀和肢解的23名受害者被判有罪。看来是一个疯狂的嫌疑犯。但都这样的理论上，他不能还在外面跑来跑去吧？终身监禁？什么？这样还可以搞精神鉴定？这是什么阿卡姆精神病院吗？所有档案都被封存。啊，这样子还机密，因为他是一个病患。这他本人应该出不来吧？难道他出得来？或者也有可能是他影响了某个病患，让某个病患协助他杀人。或者协助他逃狱。他走的到底是块锋利的石头？他走的到底是汉尼拔路线、杀人逃狱路线，还是小丑路线？马上回来，完了。Look at those teeth. I don't have much time to open the gate before the guard comes back. 这只狗狗居然喜欢吃。啊，他心爱的骨头，快看，这狗真好骗。直接进去吗？ Yes. Detective Emily Meyer, I'm investigating a serial murder case. If you don't mind, I need to see some files from your archive. Please. I'm really sorry, Detective.
Archive is closed for the public. If you want, you can apply with a signed warrant. In the morning. Goodbye. Please, you don't understand. I don't have time. 糟糕，我们现在要进行一个非法的取证行为。等一下，这为什么这边的轮椅会有这种东西呢？这轮椅也太奇怪了吧！啊，居然还有这种东西！这个轮椅绝对是让人准备随时用来逃出精神病院用的吧？一个放在门口的逃狱工具。东西很多，让我一下子不知道到底该点哪一个。这有没有用啊？像，这个充满洞洞，这是什么意思啊？但是这种充满洞洞到底是什么意思？哦，是这个。磁铁。这玩意像什么？马桶塞，手指虎，这个八字形的是什么东西？这条，这个玩意儿呢？应该不是这个吧？哇，看不是很出来，就是手电筒吗？好像也不是，虽然说我觉得感觉还蛮像的，电筒头跟那个灯嘛。这不是，它是这个吗？那最后剩下一个瓶子。我们在场只有一个瓶子啊，可是它是破的耶。啊，这样也行吗？哇，盖住，金属戳。我应该是需要剪刀吧？有剪刀吗？啊，这还有个打火机。制作灌水的气球，但有什么用？这里好像也没有水。红色油漆，所以我直接把油漆泼上面喽。居然不行，那灌在里面。让恶心一把。好
好吧。围墙后面啊，他该不会已经没了吧？这个警卫该不会……哎，这里有一只小刺猬，哈哈，有点可爱。好了，现在不是跟刺猬玩的时候。看起来我好像像是一个抓钩，但我手上就只有这些东西，不能用这种东西把它给融掉或什么吧。我有没有办法弄到一个什么钩子或者是针头之类的？我还不能去那儿。我不想伤害那只小鸟。哦，上面有一只小鸟，我应该把它引开，丢它啊！不能丢它，照它，不能照它，喷它，不能喷它。那我到底能干嘛？什么都不行。看看哦。这是什么？下，钉子、铅笔、剑。哦，弯曲的钉子。现在比较不妙的是我现在有点困，这几天都太晚睡了，每一天都想说我今天一定要早点睡，结果每一天都很晚睡，好糟。我发誓我今天真的要早点睡，这次不是开玩笑，真的要早点睡。螺丝刀，螺丝刀，螺丝刀是什么呀？木棍、徽章，这个有点像徽章的咯，那不是啊？钉子、弯曲的钉子、螺丝刀、木棍、徽章。螺丝刀，所以螺丝刀是什么？是这玩意儿吗？是，这刚点过了。木棍，是这玩意儿吗？螺丝刀。这个，那也不是这个啊，该不是吧？螺丝起子，是螺丝起子，弯曲的钉子，钉子是很多，但是弯曲的，总不是这个吧？这应该就是一般铁丝吧。
他的确不是。弯曲的钉子。哦，找到了。哦，好难找，好挑战我的眼力。我有这个什么？这个这么短，可以把它打开吗？好，看看哦，有个手帕会非常方便，但不是像这样干的。这是我要把它给迷昏的意思吗？我要对它下手了。他居然是活的，我还以为他已经没了呢。出乎我意料的，他居然是活的。不想伤害那只小鸟啊！竟然不是用手电筒把它照一照吗？那怎么办？也不能丢它，也不能，真的不能丢它吗？是打火机，它不会怕吧？丢丢看啊，没有办法。嗯，它在那边我是过不去的。口香糖，三明治呢？好啦，那我可以前进了。篮球场，烧焦了。水龙头开关不见了。去掉手把，而不是去寻找钥匙。如果地没有这么干就好了。我好像没有什么相对应的工具就是了。这边要把绳子弄断。有没有其他路可以走？好像就没有。好吧，那看来只能在这个地方活动。绳子好像烧焦了。我有没有什么刀什么的？好像没有刀。然后我好像也没有水。这是没有水壶啊？好像不能用。金属挂钩、手铐，手铐可不可以跟这个装在一起？不行。口香糖，口香糖，这好像没有什么用。篮球，这刚看的没什么用。这我应该是要装水，但是我先需要一个三角形的一个开关头。那我手上现在好像是没有三角形的开关。把手去掉，我应该用一个扁扁的硬坚硬的东西，应该是可以把它转开。手铐，不行。但我只有一把钥匙，那也不是他。我还有什么地方还没走？医院入口跟大门还可以走。医院入口跟大门，
糟糕！我现在糟糕的是我真的有点困。糟糕啊！为什么会这样？我最近为什么每天晚上这个时间就好想睡觉嘛？真的很准欸，每天到这个时间我就超级想睡觉。哇，就只有这个地方可以动，别地方都不能动。我应该是要装水，可是我打不开水龙头。这两张是什么？警徽市场标，口香糖，好像没有用。子弹壳儿好像没有用。这个应该是要装水了，我自己觉得。那我到底有什么东西是现在可以派上用场的？我等一下应该是要从这边爬出去，我在想，所以我应该是需要。看来不是他们。这个绳子好像烧焦了，好，再烧一下呢。看看哦，这是什么意思？这是篮球场，医护厅，大门，所以我刚刚是不是从这里？算了，好复杂。哦，我可以利用地图来照顾他们，看一下啊。篮球场跟待客区是没有警卫的。门诊区一个，柚子啊，你在干嘛？过来，过来。墓园也没有警卫，但这有什么意义？这有什么用？等下，这有什么用？这个墓园没有警卫，这边里面是墓园吗？等一下，哎，我刚刚是不是想开这个？这剃刀，难道这个不是用来开这个门的？我误会他了。那他是用来干嘛的？等一下，我先看能不能爬楼上去哦。好像不行。那我肯定也不能爬出去啊。从这边进去肯定要有钥匙，所以目前可行的就只有篮球场这一块。那这一块里面，这边要有一个三角形的东西当水龙头，不过我好像没有三角形的东西。这个可以用这个爬上去吗？好像没办法。这个东西又没有办法用这个刀转开，虽然说他写的剃刀，但我怎么觉得他应该是一个螺丝起子。子弹壳可以顶着用吗？不行，不行。我要怎么办？这里，看看哦。所以这里是篮球场。我刚要去的地方可能是墓园，前方是门诊区吧？还是这里是门诊区？这个有没有办法从那里走？没有办法，没有办法。这里，他总不可能两根钥匙先让我那个一下。
这需要装水。去掉把手。这难道不是螺丝起子吗？好像看不到。不是，现在重点是我天哪，我的眼睛有点张不开啊！快醒醒，快醒醒，快醒醒！别睡着，我已经很努力打起精神来了啊！我需要点提神的东西。小鸟一定饿。我如果往外走呢？看看外面还有没有东西呢？我还能从门口找到什么吗？像没有了耶。我要不要一边吃个芒，一边吃个凤梨干什么的，提个神？我只能说我自己做的凤梨干还蛮好吃的，自己觉得很好吃。明天我打算寄回去给我妈试试看。篮球场，餐饮区，这里是墓园，餐饮区。档案室，将建筑物的编号哦，什么意思啊？哦，啊，原来这边是一个那个。我还以为它就只是一个地图，原来它是有东西的。想不到啊，原来是这样。Finally, some luck.That window next to the wall is my way inside the archive. 哎呀，他刚一瞬间好像出现了一个绿色的。会不会有人这时候冒出来割断我的绳子？哎，不会，吓我一跳。我已经被他妄想。Jimmy and asked if he had any luck identifying those fingerprints and blood samples I collected earlier.他居然跑来这里打电话，认真的吗？哈哈，这个这边的电话居然还要上锁的，摄像头会看到。那我不行，我不能往那里走。只要一个强力胶布就可以，但是我要先有强力胶布。篮球场，手电筒。断塑料拨号电话，这是什么意思啊？居然不是用剃刀？
这不是用剃刀，那是要干嘛？电扇，抽屉没有东西，这边呢，只有一架电话。可是我手上好像没有什么。我手上好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开耶。哇，我现在应该是要先找到胶布吗？胶布，如果我出来呢，没有用。围墙后面，哦，都忘记这里还有一个水，一个装水的地方了。目前看起来是没有东西，目前看起来是没有东西。但是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的精神太差了，我现在眼睛又睁不开了。我觉得我又得去先去睡个两个小时，精神实在是不是很好，太高了够不到。那怎么办呢？警卫位置，这没有用啊。这些应该也没有用吧。我现在是主要是要打电话对吧？然后等一下，这个这我试过了，这不行。那还有什么东西是可以的？篮球像没有。我觉得我想想看哦，如果我可以先走剧情把电话给打了应该会好一点。可是现在电话是锁起来的，我要拿到一个什么强力胶布我才可以把这个电话修起来。可是我现在没有地方可以拿到胶布，然后因为这边有个摄影机，我可以挡住这摄影机吗？手电筒能干嘛？这边好像没有什么东西啊。我是可以按提示啦，但是还是想说能不能先找找看，真的不行再按提示。把它撞开呢？这个手铐到底能干嘛？一个三角形，我想想看，我想想看，子弹壳。可有什么用？没有，好像
好像没有什么用诶。子弹壳可以用来开那个吗？水龙头吗？应该不行吧。形状应该是不一样啊。那我子弹壳可以用来干嘛？我觉得我先睡觉好了，我觉得我好困哦。啊啊，好痛。等一下，这个锁可以把它撬开吗？好像是不行。这好像撬不开。这个东西可以弄开吗？啊，这个居然可以。哦，我真的困了，我连这么明显的东西我竟然都看不到。哇塞，瑞士军刀零件，这个有的找了。一个香肠，哦，那应该是一个那个瑞士刀的壳，不是一个香肠。我想说，哈，一个香肠，认真的，一个香肠。瑞士刀。那个雪花不可能是瑞士刀的一部分吧？钢琴键，该也不是。这玩意儿，还差两个，这个有点会藏哦。瑞士刀零件，这种那么大的应该都不是，应该是一个小小的，然后应该是有金属光泽的，然后多功能瑞士刀。我之前去瑞士玩的时候，我还特别在那个他们的那个储格封上面，我还特别买了一把瑞士刀送给我爸。因为实在不知道送我爸什么，我就跑去买了一把瑞士刀。我爸是那种会在钥匙圈上装瑞士刀的人。以前有一段时间不是还蛮流行，就是用瑞士刀，那个万用那个瑞士刀当钥匙圈吗？我爸就是这种风格，他就是会用那个瑞士刀去当钥匙圈。刷子。但是我得啊、哦，对，看到我现在因为精神有点，真的是有点不济。我刚真的是有一阵子，我真的是闭着眼睛玩的，你敢相信？哎，我们是不是还差一个壳？我在想，我是还差一个壳。我们刚拿了一块像香肠的那个瑞士刀壳，还是那个是双面的？有些东西我看着就不知道它到底是不是瑞士刀的一部分，因为它看起来颜色就很像。这好像。这不是的话，这也不是吧？这不可能啊！这么长，那么大一个，怎么可能？瑞士刀应该小小的吧？这些应该也不是吧？我们在地毯室搜索一次。
看起来应该是没有可以拨开的东西了，所以应该就是我们目前看到的这些东西里面去找。最后一个瑞士刀的零件，再点错可能被处罚。目前没有看到。我们要投降吗？我们要放弃吗？太小了，好难找哦，好难找哦。这种又不是，那还有什么东西是看起来像的呢？对，因为我不知道它到底现在是插那个红色的那个外壳，还是插里面的小部件。那里面的小部件其实很多哎，根本就不知道是插哪一个啊。里面的小东西太多了，有螺丝起子，有指甲剪，是不是指甲剪？就小剪刀、小刀。反正瑞士刀里面的那个小玩意儿还蛮多的。我记得，迷你的好像有四种工具、六种工具，多的好像甚至有到12种工具的，我好像都有看过。有没有20种工具都我不知道，但是应该是有16种工具的。是这个吗？不是啊。这应该也不是吧。啊，我好像找不到。那要不然我们求救吧。我们呼叫舰队。啊，这么小啊，那么小一个。坐垫、刷子，真的那个真的太小了。哎，我真的是没办法呀。这个可不可以啊？多功能啊！好啦，里面应该有胶带吧？哇塞！等一下，这东西也是很多。牙齿。四叶草。镊子。纽扣。眼罩。注射器，医用胶带，别针，耳环。这是要干嘛？创可贴，创可贴就是 OK 帮吧 ？OK 帮，这是 OK 帮啊！它好可爱，有一个圆形的 OK 帮。别针，
还有新，新难道不在这个地方吗？那应该是被遮起来了。这根东西是要干嘛？这根东西要干嘛？我不知道为什么拿了一根奇怪的东西起来，但是我不知道拿这根哦，把这个心画完。别针，我想想看，别针应该是指什么样的别针啊？应该是，怎么可能是项链吧？哦，这么小一个，好吧，医用胶带可以。现在我们先把这电话给粘着，然后打电话。哇，这下我是要帮他弯弯吗？作为一个外国人的游戏，应该是播911吧。Hello, Jimmy. It's Emily. Emily, Captain is going ballistic. Someone just phoned in from the psychiatric hospital, complaining about you. 啊，他们怎么知道是我？ Did you manage to identify those fingerprints? Well, yes, I did. 盖瑞·菲尔兹的？难道他真的逃出来了？ I don't have any data on his whereabouts. Great. Thanks, Jimmy.Have to read those classified files. 让我看看他的组织啊！ Help! A patient is escaping. 误会，我才不是病人呢！你吓到我了，我冤枉啊！我冤枉，是我摄像头太高了，够不到。那咋办啊？我没有装有气的气球，坐垫，强力胶，警卫位置 stand 和口香糖。哎，好，然后呢？然后呢？等一下，我刚拿了什么？椅子。我现在是带着椅子爬上来的吗？难道不是把坐垫放上去吗？好，原来是这样。不是这个，我只是要踩上去的。那我直接放坐垫，跟我先放强力胶再放坐垫，到底差别在哪里嘛？对不对？它这个坐垫既然是放在这个上面的，那有没有加强力胶，到底有什么影响呢？怎么可能？想也知道不合理啊！你直接放上去，跟你涂一针强力胶放上去，从我们垂直踩上去的角度来说，它是一样的，根本就没有差哦。这个，警卫的识别卡居然可以看机密档案吗？5 years ago, in the
什么？太过分了，太过分了。那我可以踩边边。五年前第三卷以及两间牢房在一场火灾中被毁了。刚抓了什么？这个脸看起来有点可怕，我只能说，毛毛的。消防部门发现了两具尸体，来自101跟102。啊！一个守卫失踪了，那很明显死的是那个守卫啊！这么明显的事情，这群智障，对吧？出这种事情难道不用验尸吗？这不合理！你在精神病院里面烧死两个病人，然后你跟我说你不用验他们的那个 DNA？好吧，也许当时的科技可能还没有办法验 DNA 吧？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不能验 DNA？ 太不合理了吧！这是要干嘛？一张纸是什么意思？那我好像还差一把钥匙哎、欸，我还差一把钥匙，我要去哪里弄到这把钥匙？这鸟还在吃，我还差一把钥匙，哎，没有了，我不差钥匙了，好了，开锁。我应该参考一下警卫地图。我值守是不是？怎样？我可以把警卫干掉的意思吗？避开警卫已到达中间放钥匙的地方。红色框框是我的最终目的。我直接走会不会死得难看？哦，哦。哎、欸，哦，等一下，等一下，我先看看他回头的时候是走到哪一格。这样我很明显会撞到人吧？哎呦喂呀！哎呦喂呀，好危险哎！
So, which of these are 101 and 102? I better find some kind of burial index. 这是什么乱葬岗？让我看看有没有地图啊！啊，这不是刷子吗？啊，汽车千斤顶。布满了苔藓，这难道不是用刷子去刷它的意思吗？把手不见了。哦，这种拆梯子的方法还行哦。那我有一把斧头，我可以用它来砍什么呢？应该不是用来砍告示牌吧？听起来有点怪。盖子有一点，这个是砍了它。刮铲。101102。哦，好吧，我可能刷子不行吗？行吧。101102。大半夜的，这个警察竟然在这边挖坟墓。不是，他既然他们啊，有点可怕。这是什么？我进入了神秘的不科学世界吗？又是你。燃烧的鬼魂发生了什么事情？那很明显他们被放火烧了呀，这还问吗？他说我们会一起逃出去。那他是那个倒霉蛋的那个某一个另外一个囚犯，那这倒霉蛋是警卫咯，是吗？金属从钟表上往下滴。我现在先看看我手上有什么哦。风水元素符号。这些符号到底是要干嘛？我其实不是很知道哎。是水元素符号是要像这样吗？他那个眼睛是盯着我转，我有点不舒服。我感觉到那个让我觉得有点不舒服。这个应该是要贴上去，但是我还少一个，哎，对，因为这是一个模具，所以我还少一个这个，哎，哦，金属的水往下滴，这个始终牛气了，啊，他因为他被火烧，所以他牛气啦。特殊治疗。这里看来是起火点，我又需要元素锻造器了。等一下，那元素锻造器在哪？一体的镜子挂在墙上，还有一个导管，这是什么意思？把那导管给它剪了。
翅膀后面有东西，翅膀。注射器，我可以抽点什么起来啊？这个娃娃的画风跟别人简直不一样，可能是他们制作的别的游戏的画风。哎，这个我在干嘛？为什么它不能点？哦，这个是我收集完星星以后它才放上去，不是叫我去点那个星星，这样我懂。他早点讲，我就不会点错。还差一个。来了，又是你。那我们直接来灭火。这次为什么有一张脚？等一下，这里面居然还可以走进去，好酷炫！这这应该是……我认为用普通的方法无法割开它。我可能需要一个钻石，我想破碎。我们来试试看吧。我们试试看把这两个符号放在一起吧。地可隆起，我的手要是能够耐住热就好了。那我是不是需要一个互相伤害一下不行吗？但前面是不是有个毛巾？是这还来玩偶红十字手心跳三分之四，四分之三，四分之三，这是纸，然后这是手吗？这手怎么那怎么长那么小？电话是医用前链子，折纸。电话、折纸跟包，包，包，折纸，这种精神病院，这种古早精神病院，用来虐待精神病患的精神病院。虽然不知道是真的假的，但是看起来真的很可怕呢。
能够作为这么多电影的素材，那肯定是很可怕的。啊！骷髅碎片，半个。好了，我知道你了。这个玩意儿可以用来干嘛？它可以用来破墙吗？空气。熔岩。能这么大一颗钻石吗？发大财了！这，what？我有点怕他跟我说话。哦，这边已经有两个要跟我说话的家伙，所以其实也没什么好怕。他是一个善良可靠的病人。所以他负责引诱警卫并制服他，就是你。他们抢走了警卫的钥匙，然后他就被旁边那个二五仔，可怜那个可怜的警卫，他就是被埋在土里的那个倒霉蛋。然后这两个家伙就被烧了。这个家伙从头到尾他就是傻、好骗、憨。Using the guard's uniform, and they buried you in his place. 真可怜。I will grant you the answer. Where is the killer hiding now? That's Frank's house. 弗兰克的房子。弗兰克是谁啊？弗兰克是谁？这是什么高科技死神？先看下说明。找到跟敌人没有相同符号的牌，你的圆环在左边，敌人的在右边。左边是哪个？这个是左边。那么我觉得是他吧。那么我觉得是他。不是，既然那个菲尔兹没有死，那这是哪来的阿飘嘛？我被抓了。是哪来的手？等一下，这是什么意思？算好，我看一下，我是不是应该……哦，他两只手在这边，他哪来的手去打他？
现在我们可能抵达弗兰克的家了。虽然说弗兰克是谁呢？确定他与凶杀案没有关系，可是弗兰克到底是谁？在我们的认知中有弗兰克这个人吗？弗兰克到底是谁啊？不管了，我们明天再继续吧。我都不知道弗兰克到底是谁，那我们明天再继续。哎呀，我精神又来了。那谢谢大家，明天见，拜拜。